我是公关列车长大半零九年，11月27日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，11:11出发车次，从北投的高雄线刚刚是捷运列车131次，从北投的 C301型高雄线刚刚是捷运列车站，台北站11号，从北投。咱北投的干线线刚刚是捷运车，036035编组。我是C301型干线线刚刚是捷运车。在台北车站，要关闭。关闭车门就拿麻烦。